大家好，这段视频是要跟大家解说这个，就是用那个微软注音或是微软拼音，然后你输出的字有没有切换成简体中文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在玩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那个线上游戏或者是网页游戏啊。然后汉人打字对话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伺服器啊，就是伺服器它那个是用简体的，然后我们这边中文繁体中文输出过去，它那个它里面的那个系统包的语言包对应不起来，然后会产生那个乱码，甚至会造成那个没有办法解析嘛，然后就会造成游戏崩溃这样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切换成那个简体啊，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微软拼那个注音，但事实上是输出的时候是变简体中文，这样的话就应该是 OK 啊。那这个用那个 local 这个 emulator 的这一套啊。就是参考一下这一篇，就是你下载之后用这一套模拟啊，成简体中文的那个地区，那就参考一下这一篇文章，点一下就可以参考，就是怎么用成那个模拟成简体中文这个连接。啊，差点忘记了啊，觉得声音太小声就点这里拉到最大，然后720P 的画质。宽或全荧幕观看了、啊，然后就是这个，我会把这个教学的网址有没有？因为有一些连结图片贴在注解这边，大家可以点一下就开到这个教学网址啊，也可以点订阅。OK。然后这个。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语言喜好啦？这边点一下这个语言喜好，或者是你也可以从这个系统这里呀、啊，这边这一颗也可以设定，这边也可以，就是那个语言的这里，地区语言这里，或者是从这边点这一颗，这个就是那个左键呐、啊。左键点击呀、啊，我们一般右键点击是开启那个选单的，一些功能选单的一个栏啊，一个视窗，然后左键点击的话就是，干什么这个就是干什么用的，它就会直接启动的意思，这左右键要区分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点一下语言喜好这里，然后再来是点这个，我们这一颗中文台湾这里，然后我们点这个选项这里，点一下，然后再下来就是点这里微软注音这里，然后选项这里，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输出字源类型，输出字源类型，我们就把它切成简体中文。啊，它现在这个设定就是说，问词的设定就是说，你一切换完，它就直接把设定值修改了，你不需要按确定了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设置，就是那个手机啊，手机也是这样子，它不需要按确定，也就是。嘿嘞，这个按完有没有？它就直接那个参数直接修改掉。然后它这个拼音这边要回上一步是点这一颗，上一步。然后如果你是有用拼音的话，在一样啊，就是选项这里，然后微软拼音。
然后输出的字元集下来，字元集这里，好，切成简体中文，这样子它就变了。那我这边水来 key 一下，来做一个区分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已经变了。然后那个，这个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哦，也变了，这个是门了。我看一下，再是这个有没有？输出就变简体了。啊，这个简体繁体就是打久就习惯了啊。主要是你那个玩游戏的时候，就是说正常这可以对话这样子，因为你如果用你去玩那个简体的游戏，你那种线上游戏，你跟人对话你。输出那个繁体中文过去，它那个伺服器它是用简体的，那个会产生那个造成崩溃这样子。OK，那这个看久就习惯了，没有什么差。那再来是另一个方式是到控制台语言内修改，那这个就是传统的一个方式啊。然后这边。就是切成小图示啊，这边我有 key，然后再来是点到这个语言这一颗，哦，我先把它切回来啊，啊不用了，没关系，再，哦。然后点到这个选项这一颗，然后再来是选项，再来是选项就可以看到。然后这个在这个一般的这里上面这边可以切换，一般的这里输出的字种是这边，哦，输出的字种切成那个简体。然后按确定就可以，也是一样，因为刚才我的参数值是设简体呀、啊，你就把它切成简体，按确定这样就好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拼音的，拼音没办法，拼音一定要用那个，你如果用拼音的话，一定要用那个这个设定这边，或者是这边的这一颗语言需要设定这边，这样子。那只要改成和伺服端一样的那个语系的话，那不那个在玩那个，对岸大陆的一些线上游戏或者是一些网页游戏，还能对话的话就应该 OK 了，没什么问题，这样子。哎，我把它切回来哈，希望。很错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那个模拟器啦，因为模拟器它可能还要再另外弄一个那个语言的对照表，那个。的一个程式，那可能会出问题呀、啊。那就只能说我们手动来给它切换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因为这个只是说，你这边只是点点按按而已啦，很快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这样点一下按一下而已，就直接换掉，很快样，是没什么差、啊。只要是你那个游戏
能正常的对话这样子。OK，那么这段视频就解读到这，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视频。